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在周四的凌晨，皇马在欧冠联分组赛第一轮的比赛中主场1-0击败柏林联，英格兰球员祖迪比灵咸奉献了绝杀。这是祖迪比灵咸本赛季六进各项赛事的第六个入邦，都是他第二次在伤停补时阶段帮助皇马绝杀对手。之前在对阵加泰的比赛当中，祖迪比灵咸都是在伤停补时阶段补射绝杀。20岁的祖迪比灵咸已经连续四个赛季在欧冠联比赛中斩获入波。他在效力多蒙特的三个赛季中，2022-21、2021-22以及2022-23赛季的欧冠联比赛中均有破门。历史上只有两名英国球员能在皇马的西甲和欧冠联首首都取得入波，之前高位就是金灵咸。多谢收听，记得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片啊。喜欢这条片的话就记得给 like， 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仔看。那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